哎呀，我都好久没有三点半了。太高兴了嘛！太高兴了，没错。我们也不想去呗，没事。吃那羊肉嘛，我有好东西嘛，是不是？啊，真的，你居然天天背着我买螺蛳粉。平时我们买的袋装螺蛳粉都只是简单几百分量，但这个有足足15包，做出来简直你要比粉还多。这个外在给你搅两个鸡蛋，里面有两只虎皮凤爪，软糯入味，肉嘟嘟的，一抿就化。四片超大的炸腐竹，稀满汤汁，一口一个满足。竟然还有大块的牛肉，两口卤蛋。加倍的酸笋等超多配菜，吃起来真的太过瘾了。而且现在产品推广期间，还有尝鲜试吃的专场，每人现抢一份10袋抽把白油酿螺蛳粉。我说到的时候，就试试一点，居然就给抢到了，等于白跟的。跟我们一家人吃好久了，有想要的家人们可以去我评论区置顶你的指导专场链接看看。试吃名额一共就3000个，没有特殊门槛哦，就是先到先得。置顶链接还在，就是还有，抓紧时间冲冲冲。